乡，梦在远方的远方，明月徘徊谁的家，照亮少女家衣裳，袅袅炊烟的夕阳，唤醒心底旧时光，不问谁在谁心上，只愿留在你身旁，有你共赴奴才和这女子有所接触，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要不要今晚动手把她给杀了？不，我现在还不想杀她。如果不对她采取措施，她一定不会放弃的。我问你，王爷知道这事儿吗？当然不知道。做得好，秋月，拿一罐铜钱来。是。哎呀，谢娘娘，谢娘娘赏。尽快给我找到那个宋玉蝶住在哪儿。奴才派人跟踪，她住在偏僻的东城客栈之内，现在已经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。娘娘，您是要找她吗？哼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想见见那个让王爷神魂颠倒、日夜思念的玉蝶到底长什么样。是娘娘。王爷请过目。哎，怎么样，这次厨艺大赛呀，资质不限，不管你是草民还是来自宫廷，都可以参赛，这样玉蝶姑娘就有兴趣了，对吧？这一次我一定要热闹。哎，我要让全城的百姓都趋之若鹜。哦，我悟不了啊。王爷，我已经满大街贴满了告示了，啊，可以说是全城皆知了。啊，您看，哎，你就是贴这样的告示，让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的。对啊，你这样做不是忧损本王的形象吗？不会，我跟您说，这告示之前啊，它是很平整，很气派，很有王家气派的。他为什么这样呢？是因为你看我在上面写了一行字：凡是拿到这张告示者，就拿到了入场券。所以啊，贴一张啊，就有人撕一张，贴一张就有人抢。我说拿过来，给我，嘿。就成这样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这一次玉蝶能够看见告示，能来参加这个比赛。您放心吧，这告示贴得满大街都是，连瞎子都看得见，玉蝶姑娘看不见。哎，王爷，你要相信我的实力。我家的，我家的帽子好，我家的帽子，我家的帽子好，我家的帽子才好，这是我们家的帽子。朗朗乾坤，天子脚下，想我慧儿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却未见过这种表演，节操何在？节操何在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打架的。
你们这也叫打架？我你们怎么都不劝劝啊？他们两个在这卖了10年的包子，谁也不服谁，我们都习惯了。两位大姐，有什么事好商量，干嘛打架呀？啊！我有人偷包子了！我这啊！谁敢偷摘我包子的包子？啊，好了好了，两位大姐何必要这样呢？哎，你看，我才是今天的包子王，我才是包子王呢！啊，我要打赢这一次，就可以去王府的包子铺。江南美食节3天后，王爷去。两位大姐，你看你们两家的包子包得那么好，何不集两人之长，这样生意岂不是会更好吗？对呀，咱们俩可以合摊位。哎，我来擀皮儿，我来包馅儿。哎，可以可以啊！哎，走走走到我们家来啊！走走走走走走。不知道他们说的这个王爷是不是咱们要找的那个赵王爷？管他哪个王爷呢，说不定所有的王爷都去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我们也要去。可是我们现在连住客栈的银两都没有了，更别说去报名。先别管这些了，填饱肚子再说。走，走。这把无事神臂弓，我就交给你了。谢师傅。这弓和箭都是经过我改良的，你一定要记住这神臂弓的独特之处，就是一个字，定。任何心浮气躁的人都使用不了它。起来吧。李妈，我只耽误了你一天一夜的功夫，相信凭着你那匹快马，一定会追上你大哥和三弟的。我现在有一事相托。师父请说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打不过完颜人吗？因为完颜人长期生长在马背上，他们擅长骑射，这正是我们的软肋。我之所以把神臂弓交给你，是想让你把这神臂弓传给我广大的大宋将士，让他们人人都有神臂弓。我相信我大宋一定能够打败凶悍的完颜人。师父您放心吧，我这次回去一定会打败完颜人，杀敌报国，还会将神臂弓传遍天下。去吧。我走了，师父。三弟啊，可真够调皮的。大哥，吃些东西吧。也不知道二弟家中着火是真是假。大哥你别担心，甭管是真的假的，二哥他肯定会回来的。我不是担心他不回来，我是担心他现在的心情。大哥，好像是追风的脚步声，听见没有？那不就是二哥吗？二弟，二哥，大哥，三弟，终于赶上你们了。二弟，家中的事是真是假呀？对呀，快急死我们了。是真的。那五嫂被杀也是真的？谁放的火呀？那玉蝶姐姐呢？是完颜悍匪。玉蝶以为我娘被烧死了，我又被押到京城斩首，所以悲伤之下就去了京城。
一是看看京城有没有人能帮到我，二就是看看我家着火的原因是不是跟赵公子有关系。那你还不赶紧去京城去见玉蝶姐姐，告诉她你没死。哎呀大哥，你这二弟别着急，大哥现在准你回京城找玉蝶去。谢谢大哥，我回来的路上不是没有想过要回去，可是我听说姬儿他已经去京城保护玉蝶了，所以我心里也就安心了一些。再说了，我是一个有罪之人，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军纪，这样私自地往返京城。好样的兄弟，但你别担心，咱们马上就要到阙州了，等一到阙州我就写信给姬儿，告诉他我们平安抵达，让他转告玉蝶。可是大哥知道这信前往什么地方吗？别担心，我先写给我们京城的朋友，然后让他们去打听玉蝶和姬儿的下落。嗯，放心吧。哎二哥，你这什么时候买的弓啊？这不是我买的，这是回来的路上遇见了师父的朋友无常前辈，他将此弓传授于我。无常？哪个无常？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无常吴公公。我看看。嗯，给。这个吴公公很特别吗？这是吴氏神臂弓，在江湖上已经传说了20多年了。神臂弓虽然多，但是吴氏神臂弓就此一把，听说贵重无比啊。这么神啊。嗯，哎看看。哎哎二哥，你赶紧跟我们试试。小伙子先别着急，等到了战场上我拿完颜敌兵的头给你当箭靶，到时候你再看啊。好，行了，别多说了，咱们赶路吧。啊好，走走。三位姑娘，这次啊我可是用了朝南方向的井水，看看是不是比上次好一些啊，尝尝。吃啊。实不相瞒老伯，我们身上没有那么多银两。我这是让你们帮我挑毛病呢，不要钱，快吃吧。三位姑娘是不是没有住的地方？那就先住我们家，我们家就我和老伴儿，无儿无女。哎，正想有个人说说话呢。好像不大好吧？不过，不如我们留下来，在老伯店里帮忙，这样我们才好住下来啊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我求之不得呀！哎，那你们先吃面，哎，我忙去了。老伯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们这是要去哪里？逃难呗，阙州里没法活了。前几日完颜人又打进来了，咱们打败了，他们冲进城里来烧杀抢掠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，这些该死的无耻之徒，我应该早点来边关他。就是二哥，咱们应该把这些完颜敌兵全都宰了。我绝不能再让阙州的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生灵涂炭，我一定要杀了完颜兵替他们报仇。兄弟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战争带给老百姓的生活，咱们要做的不是杀掉一两个敌人，而是不能让敌人踏进大宋半步。打仗不仅需要武功，更需要策略。大哥放心，在营中我一定好好努力，不杀完敌誓不罢休。
连日来三战三胜，打得宋军是落花流水啊。完颜将军指挥有方，众弟兄功不可没，今日犒赏三军，大伙喝酒吃肉，拿下大宋指日可待啊。全靠大首领领导有方。这里交给你我很放心。另一路大军已经攻下了晋州，我明日带兵去增援，驻扎在黄河以南到晋州附近，准备着待哪日完颜将军会合，一举拿下汴梁。那今日我就与几位将军一起为大首领饯行，祝大军旗开得胜，早日拿下汴梁。好，来干干、啊、干。向大小姐通报一声，我要见她。进来吧。你来找我干嘛？明日你就要跟随大首领前往晋州，我当然是来告别的。这一别就不见了吗？当然要见，我跟大首领之间还有很大的计划没有实现呢。打下汴梁吗？就算拿下又怎么样？天下还有那么多的城池，那么多的国君，你打得完吗？大小姐，开战是男人的事情，我来这儿只是想告别一下。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。大小姐什么意思？既然你要走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已经而立之年，这嫁娶之事你难道就不考虑吗？大小姐，我们现在是在宋人的地盘上，则立满心战士，确实无心考虑。好，既然你无心，我找我爹跟你说。多谢大小姐，则立目前真心无心考虑此事，我来告别完全是出于对大小姐的问候和感谢。大小姐好好休息，一路上希望你多多照顾大首领，告辞了。大首领。我的小女，哼，是不是得罪你了？没有没有，我是特意来跟大小姐告别的，嘱咐她明天在路上好好照顾她自己和大首领。哎呀，我这小女啊，从小被我宠坏，任性刁蛮。她自小就在军营长大，没见过其他的男人。哎呀，有时间呐，我就把他送回国内。现在他已经18岁了，到了婚嫁的年龄了。嗯，来，我们继续喝酒去。请。嗯。撤，撤。大哥，这就是去州城啊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要严防死守的城池，绝对不能让完颜敌兵踏入半步。嗯。开城门！是林校尉，开城门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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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候林校尉多时，请。嗯。哇！校尉大人，这是杨将军让我交给您的。请您尽快熟悉战况。好，我尽快看完回复将军。你一会儿去安排一下我这二位兄弟的安息之处啊。是。嗯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咱啥时候打完颜兵去啊？怎么着急了？我这两军对战那可不是儿戏，要知己知彼，运筹帷幄啊。这么麻烦啊？麻烦。你们俩是不是觉得现在就能杀敌了？
你们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，给我在营中好好磨练功夫。小猴子，嗯，我告诉你，尤其是你更得好好练。哦，好，哈哈。你们俩记住，以后在军中一切都要听我的指挥，绝对不能私自行动。我们一切都会听大哥的。哦，听大哥的。二弟，一会儿我拿本兵书给你，你好好研读，一定要烂记于心。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两个就要跟着我，与好善的天下苍生同心同德，齐力断金，让那些掠夺我们国土、欺负我们百姓的完颜汉敌血债血偿。你俩别跟门神一样立在这儿了，明天咱们不是要去美食节吗？赶紧睡吧。你们说如果我们明天真的找不到那个赵王爷怎么办？你们说要不要去找那个罗大人啊？那个人的话你也信啊？就是，我也不相信，可是我们现在这样又没有其他办法，万一错过了时机那可怎么办？玉蝶，我知道我哥在京城是有一些关系的，李马哥哥不至于这么惨，而且我想我哥应该给我写过信，只是咱们流浪在外，这些没有收到而已。谁？哎，玉蝶，我们无冤无仇无银无两，有谁会跟踪我们？啊？难道是要我们命吗？我去看看。哎，别去别去，他有武功，没事儿。怎么了，吉儿？没看清，一个黑影。奇了怪了，谁会跟踪我们呀？玉蝶。我看明天的美食节咱们还是别去了，多危险呢。哎呀，危险也不怕，危险也得去，想办法也得去。嗯，你回来了。嗯，哎，你怎么还在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说实在的，其实我也没有看明白，明天起来呢还得去问大哥。不过打仗这事我看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书里面有计谋，有策略，还有阵法，有攻有守。大哥说的对，以后我们做事情再也不能盲目行事，一切都要听从他的安排。这么厉害，我看看。嗯，小猴子，啊，书拿到了。哦，那你好好看吧，有什么看不懂的，明天我们一起去问大哥。我先去休息了。好，你睡吧。你们马上就要出征，出征沙场，去攻克雀州城。我完颜泽立在这里宰牛宰羊，等着你们回来喝庆功酒。上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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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尉。将军，将士们已是蓄势待发，就等您一声令下，便可直取雀州。兄弟，这一战靠你了。用阿克敦的铁骑，定将宋营小儿逐一踏为肉泥，请将军放心。怎么都不吃啊？是面做的不好吃吗？我看他们是来找事儿的。哎，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面是你做的，你就是我要找的人，到我店里工作吧，我给你双倍价钱。来我店里，安排食宿，工钱三倍。我给你配个丫鬟，我给你配个男人，全城最高的工钱，还有双倍返红。都给我闭嘴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抢人？谁？谁要抢人？把他都放了是吗？谢谢大家对玉蝶的抬举，不过既然我答应在这帮忙，就不会去别家了。要吃饭的给我坐下，不吃饭的把钱放下走人，赶紧走。哎哎，走吧，走吧，都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，真是，走吧。哎，咱们不是要去美食节吗？马上开始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不急，有人跟踪我们，咱们得乔装打扮一下再走。好。哎，王爷，王总管，你们这儿去哪儿啊？今天我有可能会看见玉蝶啊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我有点紧张。我的心也跳得很快，因为马上要见到五嫂了。打起精神来，五嫂可能会喜欢你，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我也是这么觉着的。报，皇上急召王爷入宫。何事？皇上龙体有恙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看来我要即刻进宫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去祭天园，如果碰到玉蝶的话，千万要留住她。哎，好的。林马哥，咱得想办法出去啊，这林大哥也太小瞧咱们了。我们得想办法帮帮林大哥，不能袖手旁观。也不知道大哥怎么想的，这大敌当前的，咱俩两员虎将却被关在这里了。虎你个头啊，你兵还没有当明白还当将呢。不，油炸假河豚，下饭假牛肚，买三送一，买五送二了。好小姐，好小姐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我做梦都没见过呀。就是啊，这哪是比赛嘛，简直就是美食展览。咱们今天可是来找王爷的，别耽误了正事。哦对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嗯嗯，走。火腿半价啊，卖完为止。哎，哥哥看看这个吧。哎哎，您看看这个。不用，可新鲜了。哎，面条馄饨，面条馄饨，哎，面条馄饨，哎，这面不错。老板，您这面是祖传的手艺吧？总管大人，总管大人，好。哎，总管大人，哎，尝尝包子。这什么馅儿啊？哎呀，萝卜馅儿的。我跟您说，这可香了。总管大人，您尝尝我这个。哎，我尝尝我这个。王爷回来美食节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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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汤头啊都是特意好的。这样啊，这面呢，可是这面也特别的筋道啊，您不来一碗吗？应该不是王爷吧？不知道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王爷啊？就先来一碗尝尝啊！哎，我这面保证你是吃了一碗，再想吃第二碗。再去那边看看吧，尝一尝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儿臣参见父皇。青儿，父皇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病情怎么忽然加重了？啊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青儿，
现在完颜兵马，屡犯我朝，你不但不思悔改，还变本加厉，啊，真是心急如焚呐！哎呀，皇上，父皇，父皇，皇上，父皇，时而臣不孝，不能为您排忧解难。你自幼不喜国事，爱好琴棋书画，父皇从没拦过你。可是现在，你必须负起皇子的责任。父皇，你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，儿臣一定去做。好。哎，现在完颜兵马在黄河以北虎视眈眈，又伺机侵扰我阙州。你去传朕旨意，让吕将军务必死守阙州一线。儿臣遵旨。哎，都收摊了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这个美食节不是王爷举办的吗？怎么不见王爷来啊？来不来的听听就算了，不必当真。那是哪个王爷举办的呀？好像是亲王家办的，他们家的御厨总管还来了呢。什么？是他？早知道咱们还费这劲干什么？算了，就算是这样，我们也不能放弃希望。明天再找找看，我就不信整个汴梁城找不到他。嗯，走。跟放你们出去有什么关系？没有林校尉的命令，谁也不能放你们出去。小人得志，我告诉你啊，林爵可是我大哥，等我出去收拾死你。哼，我挡着你。哎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咱们是有修养的人，我要想出去早出去了，不就是想光明正大的从门出去吗？林校尉。李小伟，李小伟，林小伟，我们还有多少人？弓箭手300人，伤兵220号。城中百姓还有多少？老弱妇孺，已尽数撤离，尚有180青壮年，正在组成替补守兵。只剩这些人了，咱们兵力不够，撤。是。林小伟，城中已布防完毕。将士们，将士们，今日完颜之地已兵临城下，犯我大宋疆土，我等身为大宋勇士，必当以一挡十，
魏国小兵誓死不渝。魏国小兵誓死不渝。魏国小兵誓死不渝。好，我们今日只有多砍下几颗完颜敌将的人头，才能对得起我们死去的亲人和流离失所的父老乡亲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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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，跟上！石头必须全部运到城外，快！外面不是打赢了吗？怎么还这么吵啊？坏了，二哥，我看不妙啊！喂，喂，小哥，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外面的战况啊？不行，出去请你喝酒。啥？请我们喝酒？啊，你刚才不是说出来收拾我们吗？别给我耍花样啊！一会儿敌兵来了，别说我俩不照顾你们。敌兵？刚才不是说仗打赢了吗？对啊，少啰嗦，在里边好生待着。爷现在郁闷得很，懒得搭理你。你们还郁闷？你们有我们郁闷吗？这都打仗了，我们被关在这儿，这叫热锅上的蚂蚁。李小伟，大敌当前，为何不让那两位兄弟参战？李马的功夫虽然不在我之下，小猴子也身怀绝技，但这二人没有在沙场杀敌的经验，就算有盖世的武功，也敌不过千军万马。再加上这二人生性耿直，尤其是李马桀骜不驯，到了阵前肯定不服管束，到时候也是白白送死。大人，恕我直言。说。大人不让他们参战，恐有壁虎之嫌，况且这样也帮不了他们，若不战，他们何时能有经验之谈，如笼中之虎。青儿，父皇交给你的事情如何了？启禀父皇，儿臣已让吕将军死守阙州。下午重臣来过了，他们一致要求和完颜人议和。难道就只有这一条路吗？再说了，我们还没有最后和完颜人决战，为何要议和呀？现在最苦的是百姓啊，阙州危急，难民流离失所，朕于心不忍啊。好吧，就听父皇的，儿臣愿意亲自去议和。青儿要去议和，朕甚感欣慰，但父皇不允许你去。父皇信不过儿臣。你从未参加过朝中大事，议和之事可不是儿戏啊。对完颜人你又不甚了解，万一他们把你扣下又反过来要挟我们怎么办？我会派右仆夜前去，先打探一下情况再说吧。速度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你们俩给我听好了，没我的命令，不可乱动。是，记住了。报，李校尉，报告李校尉，前方5000兵马正向我军靠近。等我听好了，抓紧救人。是，救人，救人。这边。哎。完颜部有懦夫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看见没有？今天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，咱们是九死一生。李马，带着小猴子先走吧。这不是临阵脱逃吗？再说了，我今天如果真的战死沙场的话，傻兄弟，你和玉蝶青梅竹马还未成亲就要为国捐躯，大哥心里
于心不忍啊。有大哥这句话，我死不足惜。还有我呢，我和大哥二哥一块上战场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兄弟三人就同生共死，流干最后一滴血。来来，杀杀杀杀！前方即是雀州城，打下那里，你们将会得到美酒、女人、牛羊和财宝。传言部将会是这里新的霸主。霸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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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一个办法。说，擒贼先擒王，不如我们先杀了他们的主将，然后完颜军自然就会退去。这谈何容易，阿克敦在后方督战，他是不会到前面来的。林大哥，反正横死竖死都是死，不如我们轰轰烈烈的出城迎战他们。瞎说，这是白白去送死。不行，请大哥相信我。哎呀哎呀，大哥你就相信二哥吧，我跟二哥一块去。红的不行、啊、大哥，事到如今唯有一事。开门。二弟三弟，大哥活着回来，记住没？嗯嗯，去吧。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关门。大宋可真是兵溃将乏呀，如此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前来与本将对阵。贼寇阿克顿，听着，我劝你带着你那些恶犬回到你们的地方苟延残喘去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让你回家放羊去。你放屁！那我就捏死你。四方才百味品春秋，一朝儿女梦，恩爱暖情愁，一绝生死恋，仙乐听去何留。Leon!